众很有兴趣的就是斗手的位置，就是我手笔的这个位置哈，就是在南北斗星君的旁边这样子的一个斗手斗手安奉的位置。它是中部的营造商，然后本身它也很可爱很漂亮啊，然后是我觉得心地很善良，常常来拜拜。然后最主要的话，我觉得他求的哈，真的他点这个斗手的部分的话，求的就是公司的人员，他以公司的名义来点这样子的斗手，求的就是公司人员啊平安，然后家庭喜乐，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点。然后我们希望说哈，他也是听他去年说他今年的话又有新开了一家公司，所以我们当然为他高兴，祝福他，然后也祝他事业蒸蒸日上。然后我们当然是一路走来，营造当然是希望说哈，他们的人员都能平安啊。我也听到了，就是妈祖也非常的护佑给他。